聽音樂咧，我就好細個咧就已經接觸過黃家駒啱啱過咗身嘅嗰陣時，咁我聽到佢最後嗰只碟喎，開始去啊試下學吉他咁樣。我其實很多類型的音樂都喜歡聽，尤其是一些從來未聽過的音樂，比較喜歡去創作的，可能是一些contemporary 的音樂。我主要就創作兩類型的音樂，一類呢就是寫給一些musician 去現場去演奏 的那類我就會叫做 contemporary classical music。另一類呢就是electroacoustic music， 那就會可能將一些錄了的聲音呢放在電腦上，就將它即再透過電腦 的 software 啦，去改變一些聲音，再可能搞一些很奇怪的聲音出來去做一些音樂。在這一段時間來說呢，我創作會比較多是寫給 musician 去演奏那一類。創作音樂咧，係尤其是創作呢一類型嘅音樂咧，係需要時間咯。即係如果可以支持到生活嘅話咧，其實係教育嗰方面支持咧。咁有一首就係一首 electroacoustic music 嘅音樂，咁就喺我讀書嘅期間創作嘅。咁我就寫咗一個中國嘅旋律。就用鋼琴彈出嚟，咁就錄咗落電腦度，再喺電腦度一路咁去將呢啲聲音去轉變啦。咁最後咧，我將啲鋼琴嘅音樂咧轉變到係變咗一啲教堂嘅鐘聲，亦都變咗一啲亞洲嘅一啲廟宇嘅鋼嘅一啲聲音。其實背後 idea 咧，其實係我係想將現實嘅環境啦，演變到去一些超現實的環境，可能即未必是很實在，可能是天堂，可能是一些不知道什麼的地方，將中國的元素和西方的元素合起來。另一首就是一首鋼琴音樂。Harmony 呢其實是我即裡面有一些自己創作的一些風格在裡面 的元素在裡面，但是呢同一時間咧，係一首好容易聽嘅音樂。其實我就將一啲好極端嘅嘢擺埋咗一齊嘅。咁你睇到個框咧，其實係中國一啲古代嘅編鐘嘅框。咁而裏邊咧就掛咗一啲咧，令我哋聯想到一啲西方咧喜慶節日嘅一啲鐘啦，可能聖誕節成日常見嘅鐘。編鐘咧喺中國嚟講係一啲好莊嚴嘅樂器啦，一啲大節日啊或者一啲祭祀儀式咧先至會用到嘅一啲嘢。而這些鐘鐘相反就是日常生活呢我們隨時都用得的東西，那就將這兩個不同的元素放在一起啦。我希望觀眾看到我作品的時候，第一他會覺得它是一個很有趣很有趣的一些作品先啦。有些作品呢是有感而發的，可能我因為什麼的事或者想起什麼而將自己的情感表達出來。有一些呢就可能真的背後呢會有一些訊息呢是希望透過作品呢想觀眾去留心到關注到的。這一位作曲家 Ligeti 去創作的音樂對我是一個很大的影響。第二呢，其實我一直聽他的作品的時候呢，其實我很喜歡他的音樂，因為他的音樂呢放了很多新的元素在裡面。他對我影響最深就是他是一個製作很嚴謹的一個作曲家，他一生人寫的音樂不是很多，但他每一首呢都是一個精品。他的音樂風格是有些是很靜止的音樂，有些很 mechanic 的音樂。我看回我自己的音樂風格呢，其實都有這一類型的風格在裡面。還有其實除了他風格影響我之外，我想他另外給了我一個很大的啟示，就是原來音樂是可以這麼多變的。
其實出路咧，坦白講，我就唔係好多諗嘅。即係如果你話真係一個出路咧，可能係一個好大嘅理想，就係做一個作曲家。最大滿足感係可以將一啲自己諗咗嘅嘢咧，將佢實現到出嚟，將佢真係做成一個作品。其實咩去推動？我諗係喜好啦，第一真係好大嘅興趣。第二可能係對自己嘅一個承諾咯，即係。因為對自己都好想有一個諗法，就係唔好放棄，去將你諗到、將你可以做到嘅嘢，盡力去做出。將你諗到、將你可以做到嘅嘢，都盡力去做出嚟。